中系佛食嘅，啊，佛陀咧应供嘅，所以咧中午咧系庆供嘅时间，黄昏咧系畜生道嘅众生食嘅，晚上咧系饿鬼道嘅众生食嘅，所以咧我哋咧一般话咧就晚上咧唔使话供佛陀，但系咧你唔使摆落供台啫，你食之前咧都去观想供养三宝，咁样咧会陪陪自己嘅福报，啊，可以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咧都应该咧系愉快嘅恭敬三宝，啊。另外呢，啊，呢啲系供养佛宝啊，化宝呢又系有注意。化宝呢，你啲经书啊，你好恭敬咁样供养，啊，或者呢摆喺书架呢，摆到比较高嘅位置。你唔可以话将呢个世间嘅小说啊、乜乜周易啊、其他嘢呢摆到好高嘅位置，啊，将呢个化宝呢摆到好低，你就错啦，啊。有啲人呢，佢唔识噶啦，啊，佢话点样呢，啊，《药师经》佢成日谂住话带住念啦，将佢卷卷卷卷卷一个圆筒插喺个裤袋入边，吓，以为咁样好方便，随时攞出嚟念。你唔恭敬三宝啊？呢个种得个愚痴嘅因啊！你明唔明啦？我知道中国有一个坏嘅习惯啦，就系烧就系咩咧？烧往生钱啊！烧往生钱啊！嗱，你将呢个攞咗黄纸烟。应个圆圈见呢个往生咒，边个往生咗呢就攞去烧烧烧烧，以为可以帮到佢往生啦，其实你错啦，你害咗佢又害咗自己呀，你佛嘅经咒你随便攞嚟烧，仲有一个愚痴嘅因啊，啊，所以呢一定非常之恭敬啊，对珍宝又系要有平等心，唔可以有分别心，咩话啊，呢个系我嘅师父，呢个系佢嘅师父，边个系你嘅师父啊，你搞清楚啦，我哋皈依嗰段时间咧，唔系同啲四座话，好似契爷契妈咁样咁样咁样嘅型噶啦，你搞错啦，你明唔明啦？我哋皈依嗰段时间，边个法师出嚟代表呢个僧团？你皈依咗之后咧，所有僧团嘅受咗大嘅法师都系我哋嘅师父，我哋依自己系修学，依自己咧闻佛法，咁样先系如法噶啦，啊！有啲人咧就唔够智慧嘅，啊！佢学法学法咧，慢慢嘅咧，佢唔，其实咧，我哋学法为咗咩啊？我哋去供养供养三宝啊，去清净呢个珍宝，为咗咩啊？为咗化啫嘛，为咗求解脱化啫嘛，为咗求佛法啫嘛，系嘛？唔可以话追求啊！我同边个法师个关系好密切嘅，有啲好中意宣扬啊！我知道边个法师佢嘅习惯系点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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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咁表示我同呢个法师系好熟络嘅。你其实唔需要宣传呢啲啦，你应该系点样讲咧？我有边个法师呢边得到咩解脱法？边件事令到我开悟？边件事令到我咧增长智慧？咁样先系噶嘛？唔可以追求话啊！我同边个法师有啲好似啊，好似唔系嗰段时间就已经变质咗啦。唔系为咗一种，唔系咧，唔系产生一种化缘，而系咧变成一种咧，好似一种感情。咁样你就错啦。有啲仲离谱啦。啊，四蚊仔啲法师啊，觉得哎，某某啊，你好细个啫，我个孙咧都大过你。啊，所以我不如咁啊，你叫我做契妈啦，咁样，即系咪搞错啊？真系，你真系撒旦啊！真系，你够胆认个法师就契仔啦，真系，个法师系冇志气啦。如果咁嘅话，边咁嘅？你自己已经离开咗父母，自己父母你都已经离开咗，你自专心嚟求解脱，你点可以认翻一个四岁嘅居士嚟做契妈咧？你呢个契妈可以知道你解脱咩？有冇搞错咧？真系，呢啲咧叫做唔愉快啊！如果唔愉快咧，就产生障碍啦。愚化咧就产生违缘啦，所以咧呢啲系好细节嘅问题，好基本嘅问题，好基础嘅问题。所以咧今晚我简略咧同大家讲讲啊，我哋唔可以有时间啦。其实咧大家如果可想深入嘅了解啊，有啲观世菩萨咧系修学得非常之好嘅。嗱，咁啊，如果你想愚化嘅了解呢个皈依嘅何处，睇边本书咧，《现光庄严论》，弥勒菩萨。讲咗一本《现光庄严论》，呢本书话俾大家知，就系咧佛法嘅精华嚟嘅。愚法嘅点有愚法嘅供养三宝，点有愚法嘅系修学三宝，好细致、好微细嘅都讲得好清晰嘅。啊，将来如果有机会，我哋都可以好详细讲。所以大家一定明白，三宝系我哋嘅福报嘅源泉。如果可以愚法嘅供奉，我哋为得福报；否则嘅话咧，反而咧就产生违缘啦。啊，呢啲系第二种福田。第三种福田呢是悲田，慈悲的田啊，慈悲心的田啊，要有慈悲心，
还有啲有病嘅人咧，我哋无条件发生去照顾佢。还住一个老人家啊，啲妇女啊，啲可怜嘅人啊，啲细路哥啊，我哋咧用一个无私嘅爱心咧，系关心佢，系帮助佢，咁样咧，系仲福田。嗱，俾翻大家，我哋放生咧，其实好好嘅，大家都放生。我好主张大家咧做几件事，第一件事咧多放生，第二件事咧多闻法、闻真法。闻咗正法，你先会有智慧，有智慧你可以超出呢个生死轮回。啊，多放生咧，可以得到我哋想求嘅咧，财富自在啊，智慧啊，健康长寿啊，放生都通过放生都可以得到嘅。啊，通过放生都可以得到嘅，所以咧，我哋不妨咧多啲做放生，呢啲系非常之好嘅事嚟嘅。嗱、啊，因为点解咧？我哋放生系攞啲钱出嚟买，呢个系财布施，财布施系因，财富自在咧就系果。我哋放生咧，又对住呢个众生连呢个放生而归，呢咧就将佢种咗一个解脱嘅种子喺入边噶啦。啊，种咗个解脱嘅种子喺入边噶啦。呢、这个众生咧，佢闻法闻咗法之后咧，佢第二世佢就有机会咧转人生得解脱噶啦，好重要噶。呢啲系化布施，化布施系因咧，智慧咧就系果。啊，你千祈唔可以话，诶、哎，边个法师话我身体唔好，我又放三十万三名，今日快快手去市场买咗，倒落河就算数，咁你搞错啦！一定要对住佢念呢个放生而归，而且咧有如法嘅念，嗱、啊、唔可以话呢、这个啊法师咧喺呢个大殿咧念放生而归，嗰啲放生嘅嘢咧摆到离天八丈远好远嘅地方，咁样咧就冇乜嗰个作用咧就争好远噶啦，一定要俾呢个众生闻到呢个法，咁样先系。你冇以为佢系出生道，佢唔懂。你俾呢个白色田中种呢个种子咧，佢就有机会解脱噶啦。吓、啊，有个法师咧，佢出家之后咧，个《法华经》啊，《妙法莲花经》咧，前半部咧，佢睇一片啫，佢就可以背得出嚟啦。后半部咧，佢读咗三年都背唔到。咁啊，佢就问佢嘅师傅，点解会咁嘅咧？佢师傅就入定观就话佢知嗱。啊系咁样，你前身咧，你系一只牛嚟嘅，嗰只牛咧，喺呢间寺嘅山脚下。有一天咧，农历嘅六月六咧，啲法师咧就将一个藏经过啲经书全部摊晒出嚟晒太阳咧，帮住俾啲虫蛀啊。所以咧，啊，啱啱嗰只牛咧就冲到呢间寺，就闻啲经书啊，睇到好多经书嘛，个牛咧就闻啱啱闻嘅咧就《法华经》冇《妙法莲花经》咁样咧，而且咧。其实好彩喎，啱啱有啲风吹过嚟，一夜咁样翻过去，啱啱翻到一半啊，个法华经翻到一半，咁啊个牛咧就用啲鼻咧闻咗一半啊，个主人嚟咗，将个只牛咧拉走咗，嗰只牛咧以呢个福报咧，以呢个福德因缘咧，佢就死咗，脱离咗呢个畜生道，脱离咗呢个畜生道之后咧，其实咧啊投胎为人。而且咧有呢个机缘啦，所以咧佢就去出家。而且佢前身咧就系攞呢个牛鼻啊闻咗一闻啫嘛，前半部分咧佢可以背咗出嚟，睇一片就可以背得到啦。后半部分咧，佢就到嚟到去都唔记得嘅。所以咧好重要嘅话，你种少少因咧就好大果报嘅，系嘛？所以咧帮你个出身咧种咗个咁少少嘅因啊，放生嗰段时间咧，帮佢哋咧嗱，我哋咧放生嗰段时间啊，一定要祈求咧，希望你哋咧快速嘅脱离呢个出身度。可以快速嘅咧得人心闻正法得解脱咁样啦，对住佢哋念咁样就好啦。啊，呢、这个化布施，同埋咧呢、这个众生咧一定要买呢啲。如果我哋唔买咧放，人哋就买嚟劏噶啦。咁样放生咧就系最有效果嘅，因为咧贪生畏死啊，一切众生都系咁样嘅。如果咧佢差唔多又死啦，我哋将佢咧买嚟放咗咧，呢、这个就无畏布施。无畏布施系因咧。健康长寿就是果啦，所以呢要如法放生，但是一定要注意是如法放生，如法好重要嘅。嗱，其实我唔系好主张啲人放雀仔嘅，因为点解呢？当然啦，如果你去到酒楼啊，睇住啲人咧，谂住话搞呢啲个荷花雀啊，呢啲咧啊红烧荷花雀啊，你买落嚟即时买落嚟放生啲系好好噶，但系咧，否则话你去到个专门嘅店咧，有啲店咧，我哋即系东莞好多地方都有啲店啊，广州又有呢。嗱，买啲雀仔俾你放生，你好中意买啲雀仔嚟放生，其实咧你唔好嘅，为咗好睇，哦啲雀仔啵啵咁样飞翻上去，诶觉得好好睇啊，但系咧其实咧，你知道唔啦？家下啲人做生意唔顾一切噶啦，为咗搵钱啊，
你的脚在哪里来的？有两种来源呢，一种是人工养的，你放出来就死的了，你不是放生就放死了。一种呢是在湖南啊广西的地方，拿个很大的网啊罩住成片树林啊，到晚上啊罩住成片树林之后呢，拿着个电筒啊就会照之后，你脚在好慌嘛，好狂嘛，飞咁咪一望就打盡啦。一望打盡之后运返嚟广州啊，又广州又送返东莞啊，喺个炉头中间呢围咗你放一隻呢，佢就死咗三隻。啊咁样就唔係咁好啦。所以呢我咪好主张放雀仔嘅。除非呢你係见到人啱啱捉你个雀仔，马上呢同佢买咗，马上放咗佢，咁样就好。啊所以呢唔可以注重呢个表面嘅形式上面嘅嘢啊。啊而且呢放生呢一定要放啲生猛嘅嘢。嗰条啊呢条鱼呢差唔多又死啦。你都买嚟放生，你放你唔使你放佢都死嘅啦，啊！所以咧买啲生猛嘅嘢嚟放，而且咧最好咧就冇乜分别心，你去到市场有乜你就见到乜你就买乜，咁样就好啦，系嘛？咁样咧就会比较咧啊愉快，而且另外一个方面嘅话咧，放生嘅话咧要放呢、这个一定系生下期生存嘅环境，嗱、啊、你将呢、这个。啊！淡水鱼摆落海，咁佢就死噶啦。你将呢个山龟摆落水，佢就死噶啦。将呢个水龟摆上山咧，佢又系死噶啦，系嘛？个乌龟啊，好怕蚊咬嘅啦。你将呢个水龟咧摆落山，个蚊一咬佢就死嘅啦。蚊同埋龟咧系天敌嚟噶啦。啊，蚊咧就咬个龟一弹咧，佢个龟马上就死噶啦。同一个龟死咗之后，磨神粉咧，你点啊？你点少少啊？攞火锤点少少，嗰啲蚊咧就全部都跑光晒噶啦。吓、啊，所以咧一定要适应佢生存嘅环境。嗱、啊，好似东莞嘅东江河咧，全部都用呢个石头咧砌好，砌得好整齐噶啦。你攞啲黄鳝去放咧，好唔好咧？个东江河嘅河底好深，边边咧全部啲泥咧，全部都见唔到嘅，全部都石头砌好咗。佢冇可能转得咁深嘅话，你放落去佢就死噶啦，咁就唔好啦，系嘛？一啲有土嘅，个河两边咧有土嘅啦，佢可以有地方转噶啦，咁样就好啦。有适宜佢生存嘅环境啊，所以咧，另外咧更加之重要嘅咧，希望大家咧将自己放生，唔系话将你打落东江河嘛？放生咩意思咧？我哋都有放生噶嘛？因为点解咧？我哋有烦恼啊！我哋俾咩绑住啊？俾烦恼绑住啊，系嘛？有少少嘢嚟到，即时起烦恼啦，即时去贪嗔痴啦，咁啊，你咪俾烦恼绑死咯，俾你嘅执着心、分别心绑死咯，咁咪你应该点样咧？唔分别、唔执着，转变烦恼，咁样咧就系、是、真正将自己放生啦。咁样自己就得到自由嘛，得到快乐嘛，得到欢喜自在嘛。任何事情咧都唔可以动摇到你呢个快乐嘅心，你任何时间都系咁安详嘅，都可以降服自己嘅心。佛陀咧讲法49年，讲经啊讲咗300几个法会，举办咗300几个法会，讲咩咧？讲咗4个字：降服自心。一切修行咧，如果你唔可以降服自心咧，都系表面嘅修行咋。啊、要降服自己的心，那可一切都是为了降服自己的心啊。贪啊，大家要注意呢，佛陀话呢，啊，我们有任何时间将一切都是成为佛法。啊，贪嗔痴喺呢，佛陀就灭度咗啦，涅槃咗啦。戒定慧身呢，就佛陀呢出现于世间。我们的心中啊，经常的生起持戒、修善定、有智慧的心，戒定慧身。三无六合在我们的心中间生起那段时间，佛陀呢就坐在我们的心中间。我们的心在贪嗔痴那段时间，佛陀呢就涅槃了。你有没有以为释迦牟尼佛离我们很遥远啊？你有没有以为佛陀呢已经涅槃了很多年了？今年呢是佛历的2549年，这样记住了吗？佛陀呢是公元前呢544年呢涅槃的。佛陀涅槃嗰年咧就系佛历嘅元年，所以咧今年咧系公元2005年，2005咧加上544咧就系2549年，所以咧佛陀涅槃咧已经有2549年啦。
但是你明白吗？这是外表的。其实呢，如果我们的心常心界定位的话呢，释迦牟尼佛永远都住在我们的心中间的，永远都在那里加持我们的。因为那时是这样的情况底下，释迦牟尼佛为涅槃呢，我们的心在烦恼在贪嗔痴那段时间，佛陀呢就涅槃了。所以呢，要常心界定位啊，要消灭自己的贪嗔痴，要消灭自己的贪嗔痴，这样呢才是真正的修行人啊。所以呢，要这样愉快的修学，这样愉快的呢去放生啊。我们呢，如果我们可以将自己放生的话，就要祝贺大家啦。我们将来呢可以好快速的、好顺利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且呢是上品上心啊。将我哋由呢个六道轮回中间放生出去，将我哋由呢个生死烦恼嘅捆绑中间放生出去，咁样咧，我哋放其他众生嘅时间都有，希望咧三宝加持，我都可以将自己放生，将自己嗰啲烦恼放走啊，放弃，提升自己嘅界定位，咁样咧愉快嘅做啊，呢啲咧系放生嘅啊，同埋呢啲咧都系我哋受悲田啊，放生，所以我哋就可以明白啦。啊！我哋咧通过放生咧就可以除苦自罪啦。呢啲就系收悲田啦，向悲田中间咧嚟落种子啊。而且咧有病嘅人咧要照顾佢啊，可怜嘅人咧要照顾佢。嗱，唔可以有分别心啊！有分别心，你就系有生死轮回啊，你就系凡夫啊。唔应该有分别心啊！比方嚟讲，我哋去到一个市场，见到个人，唉，都唔知几邋遢啊！离佢远啲，其实你明唔明啦？呢个人佢都系有佛性噶啦，佢都可以成佛噶啦。你唔可以睇佢表面啊！应该咧平等心、清净心啊、恭敬心咁样咧。个三昧水坛点样嚟嘅？大家知道嘛？应该有啲同学会知道，系嘛？个五百个师呢他年轻那段时间呢就开一间纸挂单，开一间纸挂单的话呢就见到一个挂单房有个法师呢病了很严重身体有脓有疮疮流的脓血好邋遢，其他的七个人呢都离得很远不够胆呢靠近他，个吴大国师好有慈悲心，马上咧主动去关心佢、照顾佢，照顾咗佢成半个月，好咗啦。个法师咧就同佢告假，就同吴大国师讲：嗱，法师啊，你咁样，将来咧如果你有咩灾难嘅话咧，你可以到四川嘅彭州个山上边咧有两棵松树，呢度咧就系我嘅寺院啦。如果你有咩灾难嘅话咧，你揾我，我就可以帮到你嘅。咁吴大国师话：哎，好咁样。之后咧，吴大国师如法修学咧。他的名望越来越高所以呢个唐朝的皇帝呢唐道宗呢都拜他做师傅过师吴伯过师所以呢王朝文武都很恭敬他。那段一开始呢他都是有些定功的禅定功夫的他都可以呢个身呢是如如不动的但时间长了呢个身呢都已经是有些起了骄傲心了。以后呢另外一个国家呢就送一个呢沉香挑的宝座呢给皇帝。个皇帝呢就将他呢转过来呢供养国师吴伯国师。吴伯国师呢起了一种骄慢的心。他说嗨你看看所有国家的东西呢送过来呢都是属于给我呢来到用的享受的。可见我的修行呢是最好的了第一个了最好的了。所以呢一起咗骄慢身咧，就麻烦啦。马上咧，佢膝头咧就起咗个迎面疮啦，一个疮好大嘅，好似一个人嘅面咁样，有眼有鼻，有口，而且个口咧仲有每天咧食山羊肉嘅。咁法师一辈子都好清净噶，食素嘅，点可以食肉咧？佢就唔食，但是好痛痛到咧痛死过去啦，晕死过去啦。咁啊，皇帝咧好急就。集中全国啲最有名望嘅医生啊，帮佢睇病咧都治唔好。今日嗰段时间咧，吴伯国师咧，佢就谂起啊，年青嗰段时间有个法师话咧，如果有咩灾难咧，可以揾佢。佢就咧去四川
行咗咧，揾嗰个法师，去到依家系黄昏啦。果然咧，见到个山里有两棵松树，有一根子，一个童子啊，有个小沙弥喺度等佢。啊，就话俾佢知啊，我师傅咧安排我喺度等你噶，你跟我嚟啦。嗰度入去就果然见到佢年青所见到呢、这个，佢曾经照顾过呢个法师。那个法师佢就将呢个经过咧，就讲咗俾个法师知。那个法师哦，呢啲好易啫，你跟我嚟啦。就带住佢后山，就一个池塘有啲水。嗱、那个法师咧就同佢讲啦，你攞啲水咧，你洗你嘅迎面疮咧就会好噶啦。咁样咧唔搭个车就喺度捧起啲水拧住你洗咧，未洗之前咧个迎面疮就开口讲说话啦，就话佢知未住嗱咁样。我哋两个系有仇嘅，嗱、啊，向西向嗰段时间咧，我就讲个迎面疮啊，我咧就系、是、当时咧向景帝个大臣咧曹操，你咧你唔搭过识嘅前身咧就系、是、一个咧大臣咧叫做袁盎嘅人嚟嘅，啊，咁样嗰段时间咧我曹操咧同皇帝咧就咧啊提出一啲建议，有咧加强呢个中央政府呢个权威。啊，仲有咧要削藩啦，所以咧，其他七个诸侯国咧就咧一齐咧嚟到造反，个皇帝就好慌，所以咧你袁盎咧就趁机咧就讲我嘅坏话，就咧使到呢个皇帝咧就杀咗我曹操，所以咧之后咧我死咗之后我都唔放过你，连续十辈子我都跟住你唔放过你，但系咧你连你点知道咧你以后咧你第二世就开始出家。连续七家十辈子都是高僧嚟嘅，所以咧我就好多护法神啦，好多持戒嘅戒神咧帮你，所以咧我就冇办法咧落手。但系依家唔同啦，你做到过师啦，你起咗骄慢心嘛，你个傲慢心一起咧，嗰啲护法神咧，嗰啲戒神咧，护法神咧，全部咧就走咗，所以咧我就有机会咧连到你咧受痛苦啦。不过依家咧好彩，你年轻咧都系好有慈悲心，照顾咗呢个病人。其实你知道嘛？呢个病人咧。喺个罗汉嘅化身，系喺呢个咧迦罗迦尊者嘅化身嚟嘅，喺你游戏人间嘅，啊，所以咧你有平等心，有慈悲心照顾佢，所以咧一个罗汉咧家下咧救你，帮我哋两个咧化解呢个冤仇，我都去得到解脱，所以咧我就同你了结咗呢件事啦，吓、啊，所以咧啊，释迦牟尼佛住世嗰段时间咧，其实咧。托付咗咧十六个罗汉咧嚟到咧五日涅槃啊，游戏人间度众生。我哋中国讲应该系十八罗汉，点解咧？因为咧除咗呢个十六罗汉之外咧，另外一个啊《法住记》嘅作者，即系写呢个十六罗汉住世嘅嗰呢个故事嘅呢、这个法师，其实修行又非常之好嘅，将佢咧就作为一个罗汉，将另外咧翻译呢本法主记嘅法师，又将佢作为一个罗汉，所以咧我哋中国就话咧十八罗汉啦。所以咧，你得到呢个迦罗迦尊者嘅帮助咧，所以咧我哋可以化解呢个冤仇。咁啊，唔得个师咧就好惭愧，马上咧就捧佢啲水咧嚟洗呢、这个洗呢个迎面疮，真是咧好痛啊！就晕咗过去，第二天早上咧醒过嚟咧，嗰、那个池塘嘅水又唔见咗，寺院又唔见咗，法师沙弥都唔见咗。正系见到咧，自己咧瞓喺呢个草中间，有两棵好高大嘅松树，就好知道咧呢个系真正嘅罗汉咧嚟到度化嘅咧。所以咧，我哋如果可以咧照顾一啲病人啊，去到呢个敬老院啊，去关心啲老人啊，去到孤儿院关心啲老人啊，呢啲都系有福报嘅啊。所以咧啊，呢啲啊可怜嘅人咧，关心佢咧，都系咧一个悲田啊啊种福田嘅机会啦啊机会啦。所以咧呢啲咧就系、是、我哋讲咧点样咧系。受福报，又喺呢个咧，阴田、见田、悲田，嗰个三种福田中间咧，系种呢个福报嘅种子，咁样你先会有福报啊！中国人话咧，点样做嘢会顺利咧？一命、二运、三风水、四修阴德，五咧就读书。命啊，你知道咩命吗？点解你有一个富贵嘅命啊？点解佢又冇一个富贵嘅命啊？边度嚟噶？种因啊，落种子啊，佢前身咧又种咗好多嘅呢个福报嘅种子啊，又孝顺父母啦，又如法供养三宝啦，俾啲可怜嘅人啦，众生咧都关心嘛，都放心嘛，咁样呢啲咧都系有福报啦，啊，所以咧命咧就系、是、咧我哋话因果有种因啊，种呢个种子啊，
中着烟呢，记好了，只收了个允了。稳还没有呢，疑问呢，稳还没有，知道吗？稳之后呢，去到稳个人帮你算命啦。有啲话，师傅啊，你帮我睇我今年流年点样啊？其实你唔使睇你流年点样嘅话，我话俾大家知四个字就得噶啦，善缘好运啊！你同一切人咧都结一个善缘嘅话咧，你一行到边度你都好运嘅，善缘好运啊！所以咧又广结善缘啊！我哋佛教话咧广结善缘啊！啊，要咧有一个善心。慈悲心关心人哋，一切众生好迷食嘅动物咧，你都要关心佢。一个故仔咧就话啊，有一次咧，释迦牟尼佛咧就带住摩羯连尊者同埋阿难陀尊者咧两个咧就经行啊，即系食咗饭之后咧，一边行咧一边咧修行咁样经行啊，行到好远之后咧啊，行到好远之后咧就好景渴啊，冇水饮。就啱啱见到前面咧有一块西瓜田咧，有啲人咧看到种西瓜嘅，咁样佛陀咧就同摩羯连讲：摩羯连啊，你去化缘咧，化个西瓜嚟啦。咁摩羯连话好，马上就去。点知咧隔咗一阵咧，摩羯连咧西瓜咧就未化到啦，个袈裟咧反而都撕破咗，好狼狈咁样翻翻嚟。咁啊，佛陀问佢：你点解咁噶？啊，摩羯连就话：唉，你都唔知啦，佛陀啊，你唔知啦。前面咧嗰个瓜田咧有个棚咧入边咧就系一个女仔喺入边守住呢个神片西瓜田，佢养咗一只狼狗，你都唔知道个女仔几饿死啊！真系去到咧，我话同佢化个西瓜嘛，西瓜唔俾嘛，仲话咧指使个狼狗咧你咬我啦，好彩我跑得快嘛啊咁样啊咁样咧啊佛陀哦咁样嘛。就同阿兰讲：阿兰啊，你咁样啦，离去啦。阿兰话：唉，唔得嘛。摩羯连尊者佢系师兄嚟噶，而且佢神通第一，佢都化唔到，我点解化得到啊？佛陀话唔使担心，你去啦。今日就去。好快咧，一阵间阿兰就翻嚟，好开心啊！个手咧捧住两个大西瓜，翻翻嚟啦。系阿兰就同佛陀讲：佛陀啊，唔系啊，我睇个女仔唔知几好呐，去到佢咧好热情喎、啊。又请我坐啊，饮水，又俾啲点心俾我食下，又倾偈。后尾咧都系送两个最大，拣两个最大嘅西瓜送俾我攞翻嚟啦。咁啊，摩连尊咧觉得好奇怪啦，话佛陀啊，点解咁嘅咧吓？我同阿难两个咧从嚟，我哋两个从嚟咧呢辈子都冇见过呢个女仔，点解佢对摩连尊就咁差，对我系咁好啊？点解话咁嘅咧？佛陀话你哋知系咪啦？无量劫以前咧。你哋两个咧，都系我嘅徒，都系我嘅徒弟嚟嘅。你哋两个咧，都系跟住我修学嘅。今日有一次咧，啊，你哋两师兄弟咧，一班系咧，啊，喺度经行咁，经行修行嘛。所以咧，啱啱喺个炉中间咧，就见到一只死老鼠。个死老鼠咧，就喺炉中间咧，你嘅木建年嘅前身咧，见到嗰只死老鼠咧，望咗一望，之后咧就一脚咧。跳向个炉边边去，冇慈悲心啊！一个死老鼠，唉，好讨厌，跳咗去，一脚咧就跳过去呢个炉边边。咁啊，个阿兰咧嗰阵时系师弟嚟嘅，佢嘅前身系师弟嚟嘅。佢又望到呢个死老鼠，觉得唉，个死老鼠都好可怜喎、哦。佢无量劫咧，其实咧佢都曾经咧有机会咧做过我嘅父母噶，我都有报恩啊。所以咧，依家咧佢做份出身咧又死咗啦，喺炉中间俾人咁样踩，好可怜啦、啊，咁样。其实好有慈悲心，好有耐心，好有心机咧，就挖咗佢坑，咁样咧就将个死老鼠埋翻落去，就为佢念往生咒念三皈依，就埋咗。嗱、啊，佛陀话就话啦，嗱、啊，你知道嘛？嗰只死老鼠咧就系、是、一个女仔，你咧无量劫以前你跌咗佢一脚咧，所以咧今世咧佢紫色嘅狼狗咧嚟咬你啦。阿难咧前身咧好好心啦，好好心机啊，帮佢咧埋咗佢啊，用嚟往生做嚟三皈依啊，所以咧佢好高兴见到阿难咧就心慌起心。所以大家要注意、哦，我哋见到人咧，人哋有时我见到个人一见佢就心慌起心，有时见个人咧就唔高兴咁样，都系前身嘅缘分嚟噶啦。所以咧我哋广结善缘咧就系呢个原因啦。如果人哋见到你有慌起心，你就有用佛法咧度化佢。如果人哋见到你都好讨厌啦，你都要有惭愧心，我前身对佢唔好，系嘛？将一切众生咧都太上系佛陀，系嘛？
将来众生都看成是过去生的父母未来的佛陀，真是的啦，知道吗？所以我为什么鼓励大家多放生吗？你明白吗？可以给你买来放的众生嘛，跟你的缘分是很密切的，跟你的缘分很密切的，你才会有机会给你买得下来去放。如果听你就是说呢，或者往上推呢，或者是五岁啊，或者八岁啊，十岁啊，是这么上下的啫。你那些亲人啊，父母啊，其他的朋友啊，总之跟你的缘分是很深的，所以呢你才有机会买回它下来放心啊。如果跟你隔得好远的，你都没什么缘分买下去放心嘛，所以呢就多放心嘛。你想下这个众生，这条鱼呢，他好，他或者往上看二十，你往上看二十辈子呢，他曾经做过你的母亲，你够胆将你的母亲的身体买回来汤来煮吗？你不够胆的嘛，是吧？所以多放心嘛。啊，所以呢一切众生呢都是我们过去生的父母，我们有知音报音啊。普贤菩萨的四弟啊，他这个四愿呢就有讲到啊，他这个十弟愿王呢就有讲到啊，礼敬诸佛呢，过去法、现罪法、未来法，未来法是指一切众生嘛。我们的一切众生都有慈悲心。应光法师话呢，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唯有我自己是凡夫。咁你真係可以咁样做过呢，保证你修行进步啊。你比如赞教咗，你夫妻之间比如赞教咗，係咪你将你先生睇成係未来嘅佛陀，你够胆同佛陀去赞教咩？你唔够胆㗎嘛，係咪？所以呢你咁样呢有一个啊、平等心、慈悲心啊，要广结呢善缘，同一切众生呢都有一个好友善嘅缘分。咁样呢就做位。去到哪里呢你都很顺利的了、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同对一切众生呢都要结一个善缘，结一个呢化缘、啊、认住对你好，你就没有去贪心，你应该呢、啊、知道这些是我自己的福报，神就我有这个修行的顺缘，我快点修行，同埋呢回向给他，希望你引导他可以呢神法解脱，将这个善缘呢转变提升为化缘。如果人家对你不好，这个恶缘呢，这些都是好事来的。提醒你自己，你没有骄傲，你没有傲慢，你呢前生是有业障的。你以前对人家不好，所以今生他对我不好。啊，又有惭愧心，有忏悔心。啊，这样呢对人家都是有对人家好。他对你不好，你都是对他好。他对你好，你是对他的好。而且呢啊，收一种平等心，咁样咧，你嘅修行咧就会进步啦。呢啲系咧运啦、易运啦、三风水，风水呢条咧，我哋唔可以昧信佢嘅。有啲人好执着嘅，觉得，哎，师傅啊，系咪我呢个名唔好啊？我呢个名字咧系安错咗啊，所以我咁样唔顺利咧。一个名字就可以决定你一切啦嘛，系搞错啦。当然，如果你唔好咧，个名唔好咧，会有少少问题，会有少少障碍。嗱。如果你大叔是人呢，你的风水是控制不到你的。但是呢如果你不是大叔是人的话呢，你修行的功夫不高呢，你都是受到风水的少少影响。嗱、啊、好简单讲返一啲啦。其实呢我哋话呢啊，阳宅山要啊，一个住宅呢阳宅山要，阴宅山要啊。阴宅呢就是风沙水，阳宅呢就是大门。床头、楼灶啲山药，嗱、啊，呢啲咧系要知道少少啦吓。嗱、啊，比翻嚟讲，大家如果买一个商品房嘅话咧，最好咧就拣呢啲四四方方、正正形形嘅住房咧，买咧系最好嘅。如果自己买块地建房咧、建屋咧，最好咧都系建翻四四方方就为好，否则嘅话咧，屋企啲人咧肯定会有人有事嘅。好简单嘅，呢啲系最基础嘅啦。嗱，一个四四方方嘅屋，四百方咧就系代表个男主人。如果个你买一套商品房咧，啱啱新买嘅，你帮人去住，你发觉你嘅四百个咧系缺咗嘅，咁啊屋个男主人就会有事，一就病，一就咧唔中意翻屋企，响出边煲热奶，啊。四男的呢是女主人，
东边呢是宅，南边呢就是女啊。这些呢就知道少少，有些呢房地产啊，搞房地产的他不懂得的，他的房屋呢其形贵状啊，那么这些房屋不好住的啊，会有问题的啦，所以呢要注意少少啊。而且呢如果是有直冲的话呢，最好呢整返个玄关，这样呢会帮到少少的啊。所以呢这些呢是知道少少，当然如果大叔是不用狂的，你看看南华寺呢在民国那段时间是很破落的啦，没什么大德法师去主持，就很破落。咁啊，当时咧，广东省嘅省主席咧，李汉云将军咧，就要由福建咧，就请咗呢个虚云老和尚嚟到咧重庆南华寺个祖庭。虚老嚟嗰段时间咧，个风水有问题嘅。依家我哋见到南华寺咧嘅山门前边一条河咧个槽溪啊，咁啊围住个南华寺就非常之好啊。之前唔系咁嘅，之前咧个水咧就对住呢间寺嘅山门直接冲过嚟嘅槽溪水啊，直接对住呢个山门冲过嚟嘅。一条直路呢一条直路呢就是一条窗嚟㗎啦。所以呢间寺呢就比较破落㗎啦。所以呢灰路一嚟到冬天晚上呢就风雨交加风雨交加呢就大风大雨啊。地中一起身一睇呢成条河呢都改变咗啦。路嘅方向都改变咗，以前对住个山门直冲㗎啦。依家呢就地中一起身睇呢，我哋依家都睇到㗎。那条河就这样围住南华寺，这些就叫做玉带环腰了。这种呢玉带环腰这种呢就是非常好的了。你看四位老祖子呢这个风水应该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大的修行人呢他去到风水不单是不可以控制他，而且呢都可以转不好的都可以转变成好的风水来的了。所以呢这些都是非常之重要的。所以呢我哋呢违法地址呢当然将呢啲呢作为一个呢辅助性嘅有少少帮助嘅呢就得。但係主要最关键呢係修心。最关键呢係重因修，注重呢个因果。我哋话善缘好运呢，你有一个善心，有一个慈悲心，你去到边度都好运㗎。人哋点样对你呢你都冇问题嘅。大家要注意，我哋佛教成日话咧，又修影肉波林物，影肉波林物，有啲人唔了解啦，以为话咧因为饮个先生打佢，系饮唔出声，饮巴士队佢唔好，饮，我系发地主，我就系饮噶啦，你搞错啦，你知道唔啦？呢啲叫做饮吗？唔系嘅，所以我哋啲发地主啊，完全都唔识嘅，有些人带着人去到寺院拜佛很好心，但是他无形中就犯了过失了。其实我们介绍这个是地藏菩萨，我们这样介绍这样平身手掌才是的嘛，这样是有恭敬心嘛，人家不了解你这样介绍得，有些人不是这样指这个是观世音菩萨你老人不能指示，我现在指示指示老人吗？你有没有搞错所以说很迷信的，你都不识的话你知道吗？误解了那这个影肉怎样修呢？明白吗？怎样修影肉有一天呢大家要明白，所有的影肉波林物呢是怎样呢？是转变你的念头，运用佛陀的智慧转变你的念头，令到你的心中间呢真是没有烦恼，真正不生气，不是其实的心中很生气，是这样硬硬这样跟住克制自己，压抑自己，咁呢啲唔係叫做影肉而且你要小心嘛，你明白啦？而且如果你咁做，你要小心嘛。我话俾大家知啦，一个人成日唔开心咧，成日好忧郁嘅话咧，个人咧会点样啊？知道嘛？癌症，真嘅，唔系讲假嘅。但系个人好躁嘅，成日发脾气嘅，一发脾气咧就跳起山丈咁高啊！呢啲人为有咩问题咧？知道嘛？心脏病、高血压。当然啦，大家要注意啦，呢啲唔系咁简单，我啲系咁，呢啲系一个方面。我哋听日咧，如果有机会讲到咧，点样可以保持身体健康长寿咧，会讲到嘅。我哋健康咧有三种健康：身体健康、心灵健康、灵性健康。身体健康冇病苦，
身灵健康冇烦恼，灵性健康呢冇意着，呢三样都系我哋想求嘅，系嘛？冇病苦，冇烦恼，冇意着，咁样就好啦，咁就好快乐啦。如果你想嘅话咧，就听日就好好听啊，你就会知道点样去做啦，系嘛？所以咧，所谓嘅影如不能物咧，唔系话咧啊，你夹硬跟住自己嚟搞错啦。点样讲咧？嗱，佛陀话俾我哋知，讲咗个比方啊。呢、这个世间咧，你嘅身咧系清净嘅，个世界就清净噶啦。你嘅身系平等嘅，你就唔会受到呢个世界嘅伤害啦。否则嘅话咧，你就会受到伤害嘅。所以咧，我哋要修忍辱波罗蜜，又识得运用智慧咧嚟到转变佢，嚟到转变。啊，边个会用智慧嚟转变咧？边个会用智慧嚟到？你到转变自己，令到自己唔生气咧，好简单嘅。嗱，你虽然六波罗蜜咧，好简单噶。打个比方嚟讲，你去到一个好多刺啊，好多玻璃渣啊，好多刺嘅地方，你要保护到你嘅脚唔受伤，你点样办呢？你冇可能铲平呢个世界噶、哦，你冇可能铲平呢个世界噶、哦，你点样办呢？好简单嘅，你着翻一对鞋。诶，着翻对鞋咪得啦，冇问题噶啦。你那个鞋嘅鞋底比较厚啲咧，行到咪唔会受到伤害啦。同样嘅咧，如果我哋可以咧，可以点样啊？知道吗？如果我哋可以咧，降服自己嘅心，咁样咧，你就唔会受到伤害噶啦。呢啲咧就系真正嘅修忍辱波罗蜜噶啦。你冇以为夹硬跟住啲系忍辱波罗蜜，你错噶啦。啊，点解我哋会生气咧？我哋得唔到，所以我哋生气。你睇啲细，睇啲细蚊仔、细路哥系嘛？佢好细个，佢好肚饿，想食奶，佢又唔可以表达，咁咪喊咯。啊，咁样咧得到啦，佢就唔喊啦。我哋同样嘅，我就咁样啦。我哋咧，我哋点解会生气啊？因为我哋有所求于人啊。我希望佢尊敬我，我希望佢重视我，但系佢唔重视我，或者佢唔尊敬我，我就生气噶啦。其实呢，有求就皆苦啊。有什么求呢？自己满足自己呢，满足自己，降服自己的心啊。咁样呢，任何时间呢，你都可以自己心无挂碍，都可以呢自主。咁样呢，你就任何时间都好快乐㗎啦。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呢，做返一个开心嘅佛弟子，做返一个快乐嘅修行人。咁样呢嚟到呢求解脱啊！讲到呢个善缘好运咧，啊，点解系善缘好运噶？其实咧，呢个缘咧系好重要噶啦。你有呢个因，都有呢个缘，所以咧，点解我哋话咧，你种咗呢个福田嘅因，都有咧多啲咧诵经啊，多啲咧或者多啲念黄垂神快啊，多啲咧诵药师经啊？点解咧？这个缘咧都系好重要噶啦。嗱、啊，你有呢个种子，你比如讲你有黄豆系嘛？你呢个黄豆咧？你想收多啲黄豆，嗱，咁样咧，同时有两种豆，一种黄豆，一种黑豆。你想收黄豆，唔想收黑豆，但呢两种豆个种子都已经有咗啦，你点样办呢？你将呢个黄豆咧摆落呢个好肥嘅土入边，不停地帮佢淋水，又有阳光，咁啊好快咧就可以有收获噶啦。呢个黑豆咧，你唔俾水俾佢，你摆落个水泥地，咁啊冇问题啦，系嘛？虽然系有因咧。但咧，你唔会受呢个果报噶。同样嘅咧，即系说咧，我哋过起身咧有善因有恶因。你希望呢个恶嘅因咧唔成熟，唔得呢个恶嘅果报，点样办咧？你要保持正知正念，你又收呢个善缘好运。啊，咁样咧，保持正念，随时观照过照，咁样咧，你作为咧，啊。你就等于咧帮呢个善嘅种子、好嘅种子、你个福报嘅种子，不停嘅咧淋水、施肥，所以咧好快咧就收获福报噶啊！自己咧就可以收获咧自己嘅福报噶啦。所以咧呢啲咧都系好主要嘅，个语言啊好重要嘅。所以咧我哋呢度咧就讲到一个问题：定义可转不可转。有啲人话定义不可转啊！你睇释迦牟尼佛咧都有头痛三日，琉璃王啊攻打呢、这个。加皮罗维嗰段时间咧，
释迦牟尼佛的家座呢，好多人呢都死了。释迦牟尼佛呢自己都头痛三天就说呢定义不可转。但呢我们又见到呢我们的晚课里面有地藏菩萨灭定义真言。为什么可以灭定义，为什么可以说，为什么又说不可转的呢？大家明白吗？好简单的，都是在那个缘上面做功夫的嘛，在那个善缘啊，在那个缘上面做功夫的嘛。打个比方来讲，我有这个针呢，我当时半针的盐啊，之后呢我又加返半针水落去，你说这水你忍不忍得到啊？忍不到的，太咸啊，太苦啊。但是呢如果我拿一个好大的桶装返神桶水，将这个半针盐倒落去，这水可不可以忍得到啊？忍得到的。你说这些盐可不可以到啊？可到的。但是怎样呢？但是你的缘啊好咗啊，你的善缘多咗啊，所以冲淡咗啊，所以呢呢啲就叫做呢定义可转啊，就可以理解定义可转啊。如果果报未有成熟之前，你保持正知正念，你多啲呢忏罪回复报，咁样呢就会呢可转啦。所以呢大家要明白啊呢啲方面啊。四呢就是修因德。应得呢就话呢你自己呢默默咁样修行，默默咁样帮人家，唔使宣传嘅，唔使投名投利嘅。呢个叫做修应得。啊你呢无条件嘅无私无我嘅去帮助众生。而且呢做到好事都唔俾人知道。啊。而且个心胸好广阔。啊宋朝呢嗰阵时间有个范仲淹啊。个人呢我哋睇我哋学过起个爱阳楼记啊，大家应该都知道系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呢、这个人嘅心胸非常之广阔㗎啦，所以个福报好大。所以个范家呢个子孙啊，代代呢都有人才出嚟㗎。啊修应德呢系非常之重要㗎。啊范仲淹呢有一次呢响苏州啊做官啊，就啊好似我哋东莞嘅市长咁样上下啦。啊嗰段时间呢有个识睇风水嘅人呢，佢就话睇到个阴宅呢就好好地嚟嘅。啊就同佢讲啊，如果将范仲淹嘅父母呢葬喺呢个风水宝地嘅话呢，佢呢连做呢十对呢都会有人呢可以做到宰相嘅。范仲淹个人呢身系好广阔嘅。他说好多谢你，但是呢他就不是拿这个风水宝地来撞自己父母。他说什么呢？他建了一间学校修造功学。他就说呢，与其是我一个家族好，不如整个修造的人呢子孙后代都好好，都有好多人才出来，这样才是好的。所以呢他就建了一个修造功学。所以呢从之以后呢修造是出了好多人才的了。啊。而且呢范仲淹他的父母虽然他葬的地方是很普通的，因为他的身空很广阔，收到很大的应德，所以呢他的子孙一流到现在呢应该人才都是非常之多的。所以呢我们呢要注重收应德这方面。而且呢如果我们学佛之后呢做了好事反而呢被人误解被人闹，这些是公行，不可以说哎为什么这样的，我啊做咗皈依啊，我又学佛学咗咁长时间啊，我又真系好真诚、好虔诚咁做咗好多好事啊。点解反而俾人闹，反而咧就唔顺利嘅咧？呢啲系好事，你明白吗？点解咧？好似一棵树咧，你个善因啊，嗱，如果咧你做咗好事，马上有好报，呢啲唔好事嚟嘅。点解咧？你种咗个善嘅种子，马上开花结果，你报咗就冇噶啦。但系咧。你做咗你种咗一个善嘅种子喺度，你反而俾人闹咧，你个恶意咧提前咧就成熟咗啦，帮你消业障啦，而且咧你个善嘅种子咧未有报啦，未有报嘅话咧，佢可能不停嘅生长噶啦，善又好，恶又好咧，未有报咧，佢都不停嘅增长嘅，所以咧你等到以后报咧，那个福报就好大噶啦，好广大噶啦，最好咧将佢咧回向菩提，回向俾一切法界众生有呢个菩提心。咁样呢你个福报呢系无穷无尽嘅。啊所以呢
做得好事被人闹呢，是有好高兴，唔使慌，是有捶起你，祝贺你。哎，点解啊？因为你个后面嘅福报好大啦，系嘛？你做到坏事呢，即时有人指责你，你又多谢佢。你都坏事冇人知道，你就惨啦。你明唔明啦？你都坏事冇人知道，哼，冇人知道冇问题。你为发地址啊？你如果得到坏事，你以为冇人知道，你个罪重大啊？因为点解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你以为你得坏事冇人知咩？鬼神天地鬼神知啊，佛菩萨更加之知啊！你以为全部都唔知道？你系真信佛定假信佛啊？你就已经连埋加咗一个怀疑三宝呢种罪行入边噶啦。所以呢，一个上司就话呢，行衰谨慎有三种，重中出言应谨慎，即系咧有三种我哋好谨慎嘅。大众之中咧讲说话有好谨慎，点解呢？如果我哋好高兴嗰段时间咧，我哋讲说话唔谨慎嘅话咧，就好容易冇乜信用。呢点解啊？我非常之高兴啊，人哋求我乜乜乜，我话好好好好好，到时做唔到，人哋话唉个人都冇乜信用嘅。嗰段时间系高兴啊，系嘛？你唔高兴嗰段时间咧，你更加之讲说话有谨慎，因为点解咧？你心情唔靓啊嘛，心情唔好嘛，所以咧，人哋咧问你乜乜，唉，好讨厌，行开啲。你无形中咧你就已经得罪咗个人啦。所以咧，大众之中讲说话有特别谨慎噶，到处行为应谨慎。你单独一个人咧，喺一个地方咧。你的行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你很谨慎，你不可以说没人知道的，或者我怎样搞到没问题的、不可以这样的了、这些要很注意了、自己单独相处那段时间要很谨慎的，要很坚定地修行的。平时呢观心应谨慎，你平时呢任何时间要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一举一动起心动念呢保持正知正念，都有非常之谨慎。你可以做到呢三种谨慎呢，你嘅修行嘛会有进步，你会有好多善缘、所以呢要我哋呢要注意呢几方面，要修应德要修应德、所以呢呢度呢都讲到一个问题，就话呢我哋呢要有，如果有咩过失嘅话呢，当时就有忏悔，马上就有忏悔，我等到以后先忏悔，马上发怒忏悔，呢个系最好嘅，唔使拖到以后。喂，点解呢？因为佢会增长噶啦。你今晚唔忏悔，听日就系两倍嘅罪啦。嗱，好似嚟讲咧，佢就咁咬我，我打死佢，个罪好细嘅啫，马上忏悔就清净噶啦。如果你唔忏悔，第二天就两倍嘅罪，就罪；第三天咧就系、四倍嘅罪。第四天呢就是16倍的罪。等到半个月之后呢是13684倍。13684倍的罪。等于个罪呢就等于这样啊。等于杀一个人的罪差不多的啦。你以为你没什么问题吧，你如果有过失你不马上忏悔呢有问题的吧。大家要注意啦。所以呢任何时间呢我主张大家呢修行嘛，任何时间观察自己起心动念，修行呢三个方面都要注意的，修行三个方面，所以任何方法你都要注意三个方面，所以任何法门都好。那首先是发心，之后就修行，第三就是回向，这三方面呢都是需要的。发心好重要，同样是仲一片圣经，大家圣经个个都信念的是吗？观自在菩萨咁样，个个都信念啊！但系咧，法身唔同咧，功德系争好远嘅。有一个人咧，佢以菩提心，我发菩提心，念一片圣经，回向俾一切众生。我发菩提心，希望我可以咧早成佛道，唯有我成咗佛咧，我先可以咧真正有能力咧去帮助一切愚母嘅众生。先会有呢个能力去帮助一切愚母嘅众生，所以咧。我要神佛道，所以现在我要快点来念圣经来增长智慧啊，令到我快点解脱早神佛道。这样这些呢你念一篇圣经真的很短，但是呢你的功德很大，可以成为你
向人间行菩萨道的资料。第二个人呢，他身量是细啲，他不可以发菩提心，但他就说呢，我觉得这个六道轮回呢都是太痛苦了，所以呢我就呢要所以呢我就要呢解脱，超出这个六道轮回，将来我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种身呢是为了他解脱，他是会成为解脱道的资料，都是可以的。这些是菩提道次第呢是中士道，中士道。另外一个人呢，他呢仲差啲，仲低啲，他就说呢，我睇你我解脱呢我都是业障重啦，我都是做唔到，我都好困啦，慢慢嚟啦，我希望我雷身呢可以得到一个人心，我都去到天上，起码呢我唔会喺呢个三恶道中间，我唔会喺呢个三恶道中间。咁样呢都可以，呢啲下士道，共下士道。起码呢去第四得人心，记住文佛法，记住修行，咁样都好嘅。呢三种都是佛法，但是呢另外第四个人他的法身就不同了。他的法身说呢，我念一篇圣经，是不是我今天呢生意好一点如果只是为这种身你不以菩提心 去保持的话，你只是这种身，这是求你只是可以得到现世的果报。四做法啊，四做法啊，这些不是佛法来的啦。你表面看你看到你一篇圣经，但其实呢你修行是四做法，修行的不是佛法，大家明白吗？所以呢有个大师话呢，有个祖师话呢，就是说呢，凡圣都在修，凡夫和圣人都在修行。凡夫呢凡修贪嗔就搞轮回，圣修悲智呢就得解脱。凡夫呢都在修，修什么呢？修地狱，修恶鬼，受初心。你明白吗？你只是贪我根生，又得到什么？我为了这个贪生，我来念一篇圣经，你收什么？你知道吗？你就算你根生得到，你以为怎样呢？你以这种贪生啊，贪就是因啊，果就是什么啊？饿鬼道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化身是很重要的，化身有清净。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讲了，这棵树的树根有毒，花果都会有毒的。所以希望大家一开始呢就扭转自己，就纠正自己的动机发心，之后呢才是修行。你不用匆匆忙忙拿起一本书这样练都是算数了，不可以这样的，是吧？所以呢有些话是我你一片药师经，希望我跟山是很靓的，不用打扮，不用美容就可以了。其实你使乜打扮啫？哎呀，真系，话知你点样打扮啦？你每天死啊，翻五个钟六个钟打扮得好啦，你点样打扮得好啦？所有嘅人咧，好睇嘅都系表面一层皮啫嘛。所有嘅人咧，都系一个识得行路嘅厕所嘅啫嘛。你使乜系贪心啊？真咁奇怪嘅真系，贪咩啫？你贪厕所嘛？今日谂厕所，谂厕所冇，搵厕所冇嚟点啦？啊，我坐喺厕所唔出嚟啦，系嘛？唔使噶嘛，其实系嘛，你真系了解之后咧，就唔使喺贪嗔痴噶啦，系嘛，唔使喺呢个贪嗔痴噶啦。所以咧，希望我哋咧可以咧增长智慧。